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富人思维。近期股市低迷，通膨居高不下，导致物价飞涨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。如果你也正面临着低潮，也许可以从今天的影片中找到答案。故事是从一个住在山谷的年轻人开始说起。年轻人曾经以为山谷就是他的全世界，他以为自己会在那里度过一生。可是当他年纪越大，看周遭的事物越不顺眼。随着时光流逝，年轻人越来越郁郁寡欢，却说不出个所以然。他在山谷里换了几份工作，结果都不符合他的期望。第一份工作的老板似乎老是在批评他的错误，从没注意到他做对了很多事情。另一家公司则是员工很多，多到好像没人在意他到底是认真工作，还是打混摸鱼。他对公司的贡献似乎微不足道，连他自己也这么觉得。有一次，他以为总算找到了理想的工作，他感受到公司的赏识，工作有挑战性，同事们都很有才华，公司的产品也让他引以为荣。他一路向上爬，成为一个小部门的经理。可惜，他觉得自己的位子坐得并不安稳。他个人生活也没好到哪去，失望接二连三。他觉得朋友不懂他的心情，朋友最后说他只是刚好遇到低潮期。年轻人纳闷着，假如他去别的地方，是不是会比较开心？有时候，年轻人会站在草地上，仰望高耸在山谷上方的雄伟山峰，甚至想象自己站在那座山峰上。有一段时间，他因此觉得畅快了一点，但他越是拿山峰和山谷做比较，心里就越难过。于是他跟父母朋友说他想去山顶瞧瞧，可是他们开口闭口都是去山顶的路有多难走，不如待在山谷里来得舒服。他们都劝他别去自己不曾去过的地方。年轻人很敬爱父母，也晓得他们的说法有几分道理，但他清楚自己跟父母不是同一种人。有时候，他觉得山谷以外或许有其他的生活方式，他想要去见识一下。也许到了山顶，他就能把世界看得更清楚。但是怀疑和恐惧又悄悄浮上心头，最后还是觉得维持原状就好。持续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年轻人依然提不起离开山谷的勇气。有一天，他回想起自己的年少岁月，意识到世事的变化有多大，于是他的心情再也平静不下来。他说不上自己怎么会改变心意，但他忽然决定到山顶一探究竟。他撇开恐惧，用最快的速度准备好，出发前往山谷旁边的那座山峰。这趟路程并不轻松。他曾经估算过爬到山顶所需要的时间，可是估计的时间已经过了很久，却还没到半山腰。不过，年轻人越爬越高，凉爽的微风，清新的空气无不令他精神大振。从那里往下看，山谷显得渺小。他转身继续往上走，爬得越高，视野越辽阔。途中一度迷路，甚至还跌倒受了点伤。山谷居民的警告掠过他的心头，但他鼓起勇气，继续爬山。他爬越高，也越快活。他知道自己已经出了山谷，而且克服了恐惧。穿过云层后，他不禁开始想象从峰顶看到的夕阳是什么模样。尽管年轻人很热血地往上爬，却到了夜幕低垂时才抵达山顶。他坐下来，埋怨地说：“可惜，错过了。”附近暗处传来一句：“错过什么？”年轻人吓了一跳，转过身。看到一位老人坐在一颗大石头上，年轻人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没看到你。我刚才是说，没赶上从山顶看夕阳，我这辈子老是事与愿违。”老人笑说：“我了解那种滋味。”这时的年轻人，绝对猜不到自己遇见了世界上内心最宁静、最成功的人。老人就像一位普通的和蔼长辈。老人问他来山顶做什么，年轻人便跟老人说起在山谷里过日子的种种不快乐。老人听完后，跟年轻人讲述面对顺境与逆境的风谷法则。老人说，世界上每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上，本来就会有高峰和低谷。年轻人很失望，这不是他要的答案。老人接着说，人生中高峰和低谷，跟地表上的山峰和山谷同样自然。两者高低起伏的分布情况、连结方式都差不多。工作或生活上可能有很让你得意的事，也有你觉得不顺遂的地方，这很自然。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免不了这种情况，这就是人生。年轻人叹气地说，所以，不光是我一个。老人笑着说，怎么可能只有你？有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只有自己在不如意。每个人的高低潮经验当然各有千秋，就算是处境差不多的人，感受也不会一模一样。一个人的感受，跟他看待自己处境的观点息息相关。重点在于不要把个人的遭遇跟你认为自己优不优秀、有没有价值画上等号。即使遇上坏事，还是可以觉得自己很棒。年轻人突然插嘴说，你是说我在山谷里什么都不顺的时候，还是应该高兴吗？我实在很不愿意反驳你，但我真的不能认同。你坐在山顶上，说这种话当然很简单。你在山上，根本不了解我在山谷里的生活。我住的是另一个世界。老人回答，山峰和山谷是相连的。谁有办法指出山谷的上缘跟山峰的下缘在哪里？重点在于，除了了解自然界的山峰和山谷，人生的高峰和低谷都是相连的，你也应该明白它们是如何相连的。高峰与低谷相连，在今天的顺境所犯的错误，会造成明天的逆境。今天的逆境做的聪明事，将开创明天的顺境。奉行风谷法则的人，扭转逆境的方法，就是回归基本面，专注在最要紧的事情上。而这会开创未来的顺境。可是太多人在顺境时没有好自为之，没注意到自己正在堆砌未来的逆境。他们浪费太多资源，背离根本之道，忽略了最重要的事，导致逆境又来了。所以顺境、逆境都是自己创造的，只是我们常常低估自己的力量。年轻人注意到老人的眼睛多么炯炯有神，于是问他，你这么快乐，是因为一直住在山上吗？如果能永远住在这里，我应该会很快乐。老人回说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没人可以永远待在一个地方，就算你的人都待在一个地方，心也会不断四处神游。重点在于对每一刻的生活都真的感谢，并且乐在其中。当你对现况感恩，你就处于高峰；当你渴求自己缺少的事物，你就处于低谷。年轻人说，可是我觉得高峰就是高峰，不管我怎么想，低谷仍然是低谷。我的想法跟现实情况有什么关联？老人便问年轻人，记不记得你爬到山顶上的第一句话说什么？你说，错过了。你满脑子都是错过日落，这时你忽略了星星，甚至没有为爬到山顶感到高兴。年轻人叹了口气，这么说，我把自己的高峰变成了低谷。我辛辛苦苦地爬到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地方，却还是觉得很挫败。老人说，没错，你看出来了吗？就在那一刻，你在心中创造了低谷。一个表现杰出赢得银牌的人，在什么情况下会不开心？年轻人想了想说，跟拿金牌的人比较。这么说，想要减少低谷，就要避免跟别人比较。如果凡事都往好处看，就比较容易觉得自己在高峰上。老人说，没错，就算情况再糟也一样。你没有办法永远掌控外在的环境，但你可以掌控个人的高峰与低谷，窍门就是掌控你的信念和做法。要将低谷变为高峰，你必须做出改变。也许是改变现况，或者是改变你对现况的看法。如果你能改变现况，那很好。如果做不到，你可以选择自己对现况的看法。比方说，想象你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，你相信自己捧着金饭碗，薪水也很优渥。有一天，你莫名其妙的被解雇了，而且没有立刻找到工作，这时你会有什么感觉？大部分的人都会感到害怕、震惊跟生气。没人喜欢被开除，但假如你把失业看成这辈子最棒的事呢？说不定你后来会发现那份工作不适合你。虽然就算你有其他选择，也绝对不想被炒鱿鱼，可是，也许你早就应该辞职了呢。假如你选择相信，失去工作可以带来更美好的未来呢？年轻人不解地说，但未来可能更糟啊。老人笑了说，确实如此，没人知道未来会怎样。不过在现实生活中，选择正面的信念通常能让结果好得多。年轻人仍然存疑地问，但这帮得了失业的人吗？他们或许会对失业比较释怀，但他们还是需要工作。你不能靠好心情养家活口。老人说，这样讲也没错。我们就真的只讨论现实面。假设你负责招聘新人，第一个应征者总是一副被打压的嘴脸，面试时不断抱怨以前的老板有多可恶，你会录取他吗？还是你会挑一个在逆境里仍然乐观，放胆追求新机会，寻找美好事物的人呢？年轻人马上回答，我会选积极的人，因为这种人工作表现比较杰出。老人说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怀抱正面信念的人通常会找到比较好的工作。找到工作后，这个人的低谷会怎么样呢？年轻人感到惊奇地说，会变成高峰。所以说，一个人的想法和作为确实会影响结果。也许这套法则真的很实用。老人笑说，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简单。换个观点，离开低谷的路就出现了。年轻人下山后，他告诉自己，从今以后，他要改变对工作、对生活的看法，希望自己能把低谷当作机会，找到潜藏在表面底下的美好转机。回去上班后，当公司营运出现问题时，年轻人想起峰谷法则，在低谷时寻找并运用潜藏在逆境里的契机。年轻人不断思考后，向老板提出了他的建议。老板觉得他的建议非常好，让他当上专案负责人。结果公司营运确实开始出现好转，年轻人也顺利升职。但好景不长，他沉浸在成功的光环里，变得过度自信，谁的话都不听。久而久之，他几乎忘了从山顶学来的道理。他疏远了身边的人而不自知，同事闪避他，老板批评他。随着时间过去，年轻人发现自己跌落了更深的低谷。他努力寻找潜藏在逆境的契机，但这次无论怎么做，他心情都一样低落。峰谷法则曾经帮助他爬得更高，现在却失灵了，他不明白为什么。峰谷法则被老人讲得好像很神，在现实生活里却像童话故事，只是好听的废话。也许，他那些怀疑峰谷法则的朋友才是对的。几个星期后，朋友约他一起去高原玩，他们喜欢去那里，说那叫放空。于是，年轻人去了高原。他很讶异高原竟然如此荒凉，没有树木，所见之处一切平坦。起初，他的情绪不高也不低，感觉很轻松。他很高兴自己来到了高原。这阵子起起落落的生活压力很快就一扫而空，他觉得那里很自在，很悠闲和安静。之后，他开心地去找朋友，但他们看到他，倒是没什么反应。他们的眼神和高原的景致一样呆板，了无生气，对周遭的事物不感兴趣，即使人在户外，也缺乏健康的气色或活力。年轻人看着朋友们，暗想自己是否像他们一样，担心自己真的也是那副德性。刚到高原的时候，撇下一切的感觉还挺新鲜的。现在，他觉得精气神全都开始流失，整个人提不起劲，不像在山顶上的感觉。在山谷里的时候，到高原似乎是个好主意。现在他纳闷自己为什么还不离开。他想，高原就是一段心情不高也不低的中立时期。那么，这个高原对他的意义是什么？是因为他早就该休息，所以来喘口气吗？或者，他是来逃避的呢？如果是这样，他逃避的又是什么？那朋友呢？他们只是想逃避现实，所以刻意放空所有的感觉吗？于是，他向其他人道别，独自离开了高原。年轻人回想起山顶的感觉，在山顶时脑袋很清醒，跟高原上昏昏沉沉完全不同。他越思考，越想回去找老人，问他风谷法则的效力为什么如此短暂。这一次，他希望做足准备，以便在山上待久一点。回到山上，老人很开心见到他，但看他烦恼重重，就问他怎么回事。年轻人说，上次回去后，我努力实践你分享的观点，例如寻找逆境里的契机之类的，起初很有帮助，但后来状况却走了样。我感觉很气馁，就去高原散心，可惜没什么效果。老人画了像是心电图的图画后说，你的高峰和低谷就像是健康的心跳，是正常、健康生活的必要部分。高原也不可或缺。但我说的高原，是指对你有益的休息时期，用于衡量现况，停下来思考下一步的行动。假如你躲到高原上是因为不肯面对现实，那就不好。但如果只是放松心情，好好休息，相信局面会改善，那么利用高原好好喘口气，通常是不错的做法。好好睡一晚，或是休几天假，情况往往会好转。年轻人说，风谷法则好像蛮管用的，我的工作表现很优秀，可是后来就走了样，我也不懂为什么。老人说，刚才我画心电图，其实有另一层含义，我希望你用心实践风谷法则。不是只有你在高峰得到的宝贵道理才重要，你对这些道理的感觉也是关键，而你怎么处理这些感觉，决定了事情未来的走向。比方说，你在高峰期有什么行为举止？关键不在顺境，而是你在顺境期间没有好自为之。如果这样看，或许比较容易明白，你可以减少逆境，前提是你在顺境的时候要感恩，明智的步步为营。人类内心的恐惧大多来自小我，小我让你在高峰期傲慢自负，高估局势的乐观程度。高峰期昙花一现最常见的原因是自大，是伪装成自信的自大。小我也让你在低谷期充满恐惧，让你分不清真假虚实，扭曲真相，让你把情况看得太严重。小我会让你以为高峰期会持续到永远，也让你害怕低谷期没完没了。年轻人说，这套风谷法则在职场上很管用，但在生活里怎么运用风谷法则呢？老人想了想，然后说，以前我妻子病情加重的时候，我们的低谷就逐渐往下探。当她病情严重到不能做喜欢的事情时，我们很心疼她。我觉得自己应该扛起责任，接手她大部分的工作，所以我努力照顾她和孩子，帮忙家务，同时继续上班。过了不久，我的压力变得很沉重。当然，我真正担心的是他的健康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很害怕，担心他会有个三长两短。我知道恐惧会让人看不清事实，所以我问自己，这件事情的实际情况是什么？而实际情况很简单，就是我爱他。我问自己，现在我可以做什么窝心的事？刚开始我也没有答案，后来我尽量体贴妻子，凡是想得到的都做了。不久，状况就没那么糟，低谷好像也没那么深了。我发现，妻子察觉到我深爱着她，这让他很快乐。我知道我以前不够照顾他。没过多久，我就喜欢上多为人设想的感觉。我很惊讶地发现，尽管我们的处境很糟，我却越来越平静，心里很安慰。我发现很多的恐惧其实是在担心自己的未来，而不是他。在我设法多关爱妻子的过程里，我将心思从自己移到他身上，超脱了自我的局限。年轻人懂了，这么说，当你放下小我，就能早一点脱离低谷期。老人说，没错，放下小我也能帮助你在高峰期待久一点。老人接着问，看到山谷的时候，你想到什么？年轻人想了一下，笑说，痛苦。老人也笑了说，很多人都这样看待深谷，他们将低谷期视为挫折、伤痛、失望、愤怒与失败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当你找到潜藏的契机，全力以赴时，低谷就会变成高峰。不过只有聪明人才有办法真的看到藏在低谷的契机，加以运用。我发现走过低谷的最佳办法是打造自己的理想愿景，再依愿景的内容慢慢实现。我说的理想，是指非常符合你理想的未来高峰。目标再远大都没关系，不过一定要切合实际，必须是能透过发奋努力而实现的理想。想象你未来高峰的样貌、声音、味道和感觉，直到这座高峰跟真的一样，再来就让你置身在高峰上的画面，引导你走过低谷。到达下一个高峰的好方法，就是追随你的理想愿景。想象自己沉浸在美好未来的样貌，要描绘出具体、可信的细节。不久之后，你就会为了实现愿景而乐于吃苦耐劳。隔天清晨，年轻人向老人道别，准备迈向前面更高的高峰。一路上，年轻人不断地回想老人说的话：你在低谷怎么自处，决定了你可以多快爬到下一座高峰。他思考着空想拥有美好的未来与追随理想愿景的差别，明白了其中的差异就在行动。空想不会带来行动，可是当你真的去追随理想愿景时，你会想做可以实现愿景的事。你不需要强迫自己，自然就会想要采取行动，甚至做出从来不晓得自己办得到的事。他开始明白老人所说真的追随愿景的意义，那代表效忠你的愿望，采取能将愿望化为事实的行动。登顶后，年轻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。他希望可以跟自己关爱的人分享这种感觉。年轻人回到山谷时，亲朋好友们都注意到他变了个人。他们觉得和他相处起来比以前愉快，但是不明白原因。年轻人把风谷法则运用在公司里，度过一个个难关。这一次，他学会谦卑，不再自负傲慢，也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匮乏。当你对现况感恩，你就在高峰上。年轻人想起和老人初次碰面时，老人说过，我会告诉你风谷法则，如果你听完了觉得受用，就跟更多人分享。现在，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需要的人。祝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理想愿景，度过每段低谷，迎向人生高峰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